你咋就去的？俺是一定不爱当山的。你这不混的性格来叫人绑架家属。你太乖了，我想要第一个来。这种行为你。儿子，原来是个被我领回的你。以前，都你给我，都用把我的下去的这情况。啊，到身旁的地方，我不想你绑架。你这个时候，真想把人给绑架。你知影无？顶摆我开两个副作的，今嘛走去李文才那上班嘛。都唔想这两个头的神经是太，以后卖过来头的，咱做伙要打两针。接下来，是要请你当起主席联盟的业务，到时再重大计划，还可能来玩笑。你先研究一下，接受这两个部门的可能性，该立即做出，因为我就要报告。要不然想和你卖掉，那以后我来提醒。嘉义生，不是我要请你啦，我是要找来做代理。你是为了要赚钱，是为了面子。不过这是阮先讲好的啊，啊你才总出来抢，心里想敢那正事。做生意啊，都要有本事，认真理。不管小太太出偌济，帮分两下。你安尼是何里跟你歹看啦？是我内奴啊，带你闭起来。三个叫伊耕村的，后来叫伊耕村的。你搞什么呀？安啊，讲着你的往事，你就继续当小青。你说下高明了不？你说开始离婚了，你娘你也看我怪你。我不安尼啦，阿姐哦，坐在办公室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啊，不好嘞，刚才是讲电视，跟 Michael 吵架了。哎呀，我就是把人，老公都不看就送来了。嘉怡，你那生意怎么做的？我又摸过，跟别人伊那吵吵，你敢知啊？你安是犯法的，你看我未做，你就对我来啊！卖去孝顺伊啦。公路，送阮的离开。